园记》。想要摸摸看的人不用客气，没有关系，它不会咬人的，来摸啊。真的可以摸吗？当然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只要你高兴，你要怎么摸都可以。啊，只要我高兴，啊，还真是蛮主动的嘛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呀。不好的预感。你住手啊，小弟弟！你屁股蛮大的嘛。啊，对不起啊，真的很抱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是他自己说可以摸的，他自己说的。咦？哎，当小孩子真是好。啊，没关系了，你不用放在心上，反正他也已经在反省了嘛，没关系。来，给你。太好了，小新。我会永远爱护他的，再见。啊，哎，我没有说要给你啊。哎，你这个孩子。哎呀，算了啦，他也已经在反省了。可是啊，是不是啊，小新？反省了，他太可恶了。小新，我们再往下看吧。来。真的可以吗？姐姐，我来了。当小孩子真好。姐姐是叫你把猴子还给他，不是说你呀、啊？你难道是猴子吗？你这个孩子，哎呀！不过这个可不好了。东东不错吗？你来东东不错吗？哎呦，笨蛋啦！你说的是外星话呀？应该说你这个东西真不赖，这样才像话呀。哦，你来东东不错吗？有错啊！对不起，爸爸。